蓝瘦朗兴嘅呢个嘅在晴朗的星空下解密咧，就128蚊三个月啦。咁啊，而听讲咧做完第13集之后咧，又开始咧做翻呢个都市黑雾啦。咁啊，大家中意睇一啲嘅关于日本嘅一啲嘅阴谋论啊，都市传说嘅老友记咧，咁你哋一定要继续捧场啦。